按照国务院的规定，这个是纠纷地块，具有争议的地块，应该停止施工。你看一下法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在土地所有权和农权争议解决前，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的利用状况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个法律不是总能满足的吗？那么你如果是有什么争议，通过司法途径，你们可以一律打官司。我要打你们，你是不是拿了这个东西要打人吗？我打你干嘛？不打你干嘛？那我打你干嘛？你想打吗？不是，我也打你干嘛？你拿拿我手机干嘛？这个是法治社会，凡事没有说。我跟你说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有什么你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。你是谁？我怎么领导过来？你是不是介绍我们？我们是大家走。哎，叫你来领导过来，你能做过领导吗？你说话就出来吧。收到这个信息，他说这个信息不存在。我说你拿开来，慢过来，看着我的土地。而我呢？我有我的土地证和房产证，你们拿不出来的。你们有吗？这么好，大家大家大家好，好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真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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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现在来了，好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